恭喜啦，李吴兄弟，你们终于又要写好听的歌，唱好听的歌给大家听，太棒了。之前跟你合作《欧拉》这一首歌呢，跟李吴兄弟，大家非常的开心，激起了一些火花。那我希望呢，你们在出完这张专辑之后呢，有机会也能够继续帮我写歌，因为你们的歌太好听啦。所以我希望呢，所有的年轻朋友们以及喜爱李吴兄弟的朋友们，继续给他们支持加油，这样子才能够让他们有更多更新的创作，然后发挥他们的才华，在我们的歌坛里头呢，一颗星星冉冉上升。恭喜啦，李吴兄弟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佑南，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。我最喜欢的李吴三兄弟，也就是李吴老师，他们在11月24号要发新专辑喽。这个专辑的名称叫做《Pride》，自豪。耶、yeah, ，李吴老师来诠释“自豪”这两个字，我相信这首歌一定特别特别的吸引人。这张专辑一定非常值得所有的人去欣赏。记得哦，听李吴老师的歌要到数位的大平台去，最支持的行动就是购买他们的专辑。祝福李吴三兄弟这张自豪可以大卖，恭喜恭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号角响起的团长，也是 YouTube 闹着玩的主持人阿霞。哇、哦啊、在这边呢要恭喜李吴兄弟这一个团体呢，在11月24日已经发行了他们的新专辑，就叫做 Pride。 欢迎呢所有的朋友呢到各大数位平台呢一起来聆听这首新的歌曲，推荐给大家哟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志豪。哇，这有才华的亲兄弟三人组李吴兄弟要发片咯，现在11月24号他们就要发行最新专辑 Pride， 而且各大数位平台的同时都会上架。他们呢非常的优秀，而且非常的认真，需要大家给他们最大的支持，支持起来这张专辑一定会大卖，恭喜李吴兄弟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我的好朋友李吴兄弟在11月24号要发行最新专辑 Pride。 我是怕的台中，这首歌就是你笑我哦，大家一定要给他支持哦。11月24号 Pride 数位上架。